南雪地自驾之旅，开着露营车追逐极光。芬兰过圣诞节追极光，圣诞老人村。跨过这条线过去，就到了北极圈，你可以玩那个方糖镜。对，就可以这样跳来看。他们有那种极光的那个预告，开到挪威去，然后到路边呢，我就在他讲那个地点看到极光在这后面。好，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